嘿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在时钟人的基地，大家正在研究维修机甲马桶时钟的方案。你们到底想出来了没有啊？啊，别墨迹了，马上敌人就要来了。啊，有动静了，泰坦时钟人，他开启了时钟修复，但是能量好像不够啊。哦，我们的女时钟人来了，看来大家要齐心协力了。啊，一个钟表也能发出电视的光线。哈哈哈哈，我们的机甲马桶时钟回来了。哎呀，不好，快看，那边有传送黑雾，是病毒人。什么？还有基曼。哎呀，基曼又被病毒感染了，而且进化了。不好，病毒破裂时，他们要带走我们的马桶机甲时钟。基曼，你是一个叛徒。好像我们也不能怪基曼，那都怪病毒博士，又把基曼给洗脑了。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，无能为力呀。我说时钟人老兄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得想办法救回基曼还有机甲马桶时钟啊！泰坦时钟人来了。嘿，大个儿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上次跑得怪快的。啊？什么？就这儿了？那是谁？钟表的声音。那是又一个时钟人，他是泰坦时钟人的兄弟，我们该怎么称呼他呢？又发生什么事了？传送黑雾又来了，是病毒博士。